先做成决定，事缓则圆嘛。啊，我会继续进行这一场述职之争，争得国人的支持，让我有机会承担台湾的责任。那您有提到说这个韩国瑜的部分，希望他当您的对手。那其实他在美国的时候，他有提到就是说，跟他的支持者说，我们1月11号见。您听到这样讲，会觉得说，其实真的有可能当您的对手。这个看起来了哈，国民党的主张是比较希望韩国瑜能够代表国民党。那我也希望我有机会能够代表国民党，在明年初大选的时候，能够韩国瑜市长进行一场君子之争，然后我们进行理念的辩驳，赢的人带领台湾继续往前走。